你这该死的乐正给我停下来！是是，稀稀拉拉的成何体统？滚！都给我滚！哎，快走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是。快找300个吹竽的来，我要听大合奏。微臣遵命。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。 大约发生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齐国，故事的主人公呢，喏，就是他，南郭先生。先生嘛，总是一种尊称了。不过对他来说，您要说他没什么学问吧，那也未免小看他了。您瞧，他这一手就是学问呐。 我的鸡斗胜了，我赢了啊！哎，去你的！咦，聘请吹竽的乐师300名，哦，待遇优厚。哎，可惜我不会吹竽，不过。 吹奏，乃尔等无上荣幸。嗯，怎么，缺少一位？那怎么行啊？快，派人去找！哎，鄙人来也。 你们听，我以为是谁走了调了，原来是这些调皮的家伙啊！去！
这一关总算侥幸混过去了，可以后怎么办呢？从这颗豆里好像得到什么启发，你瞧他这副得意劲儿。啊，哦，不让鱼馆发声。南郭先生可真是有办法。齐国就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派，是是是。像那么回事儿似的，好像其他299位乐师谁都没他卖劲儿，仿佛那优美的乐曲声都是他吹出来的。可是谁会想到他是在那儿装腔作势呢？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。这是谁呀？在那儿喧闹。启奏大人，是南郭先生吹的怪音。啊？大人，分明是他在怪叫。嗯，是他吹的怪音。小的启奏大王，适才演奏时，小的仰望大王。但见红光满面，福体安康，此乃我大齐万民之幸也。我是12万分的激动，顿时情不自禁从内心发出最高最最高亢之欢呼，以歌颂大王盖世之功盖世之功。说得有理，说下去。去你的，这家伙不学无术，竟将小的内心欢呼污蔑为怪音，且高声怪叫惊动大王。他哪里是在攻击小的，他分明是在诋毁大王爷。说得好，孤王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奏乐，奏乐。这套嫁祸于人的手法和拍马奉承的本领还真起了作用呢。南郭先生还不谢过大王啊？这都是大王赏给你的。这什么是赏给我的？
谢大王。南郭先生不但因祸得福，而且还加官进爵，他也飘飘然地做起青云直上的美梦来了。有这样的侄子，我七星高照，交好运啦。从此就要飞黄腾达耶。正在南郭先生梦魂颠倒、似醒非醒的时候，晴天一声霹雳，齐宣王死了。可是南郭先生并没有绝望，他正在那儿琢磨新主子齐闵王怎么样去投其所好呢。师才演奏的300人大合奏是先王最喜爱的保留节目。以小臣之见，300人的规模与大王的威仪很不相称，应该是600。应该是3000。去，孤家不喜欢什么合奏。别说300，3个人也嫌多。孤家喜欢独奏。好，独奏就是好。
先王最宠信南郭先生，小臣推荐南郭先生先来一曲。南郭先生呢？南郭先生？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简直是滥竽充数！报！魏国使臣有要事求见。众乐师殿外休息。先生最后一招就是逃之夭夭，至于他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，这个倒不用为他担心，只要世界上还有欣赏他那一套的人，他总会找到立足之地的。